小的城市中，聆听着低语的呐喊，独自向前，走向未知的前路，拔出古老瞬间，为山车雕外衣恶魔肆意狂欢，充斥着我的旅途。璀璨的殿堂中，世界的轮回中，如墨的夜色中，孤独在吟唱，恐惧在伴行，我已在前行。万家灯火照耀昏暗大地，红颜一笑融化冰冷的心，我已在前行。金色和鸣四处悠扬，如烟秀发映染了我的世界，这段时间埋葬过去，我与你携手走向喧嚣万丈红尘里。这雨下不完了，昨天晚上不是停了吗？怎么又下了？这样好啊，山上没人，省去很多麻烦。院长，那条魔火妖龙是不是特别强？按理来说，被镇压十年，他早就不行了。不过是因为他当年被镇压的时候，将满身魔火打入镇魔井内自保，魔火不息，他就仍能够修炼，跟陆院长一样中毒十年，修为却没落下，反而突飞猛进的厉害。陆院长可说是天北城有史以来第一人了，真担得上传奇二字。陆院长十年前就是皈依境了，那现在是？你猜。就在这里，看看周遭有没有人。没人。小心点。这魔火好厉害。不只是有焚烧万物之能，十年不息，更超过正常时候不知多少倍。你需要完全掌握你的灵来战斗。若是太深的话，我怕是很难完美的掌控凶灵。控灵与距离没有关系，你只管去。那就好。我开始了。我给你护法。之甲，这做法是最好的。魔火再厉害，也得先烧掉十甲，才能烧死兽灵。陆院长没看错人。坚持他，镇上！
会说话。扔给我。我看暗影鬼豹怎么像是具备了部分魔火妖龙的力量，这叫妖力转嫁，斩杀了，我们回去。魔火妖龙的妖力让他上了境界，我们怕是很难杀他。跑！你快跑，我来拖住他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是院长，当然是我来拖住，你去搬救兵。院长，这不是争论的时候。第一，你刚刚被龙鹰击中，受了伤。第二，我去搬救兵，不还是要找汨罗卫吗？你觉得我去找汨罗卫更快，还是你去更快？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跟速度灵气，我记得院长修炼了大地奔腾术，你比我快得多，快走。石花，一定给我活着，快走吧。坚持住啊。没人了，我终于可以用双灵战斗了。你的对手是我。停车。出去是不可能的了，你还是准备好受死吧。